因为呢，我之前在我们这边上班的时候，我每天都会跟任哥呢见面。他每天进来哈，他看到我第一个说：“哎，季啊，加暗等啊呗。”我都说：“新一天。哦”声音很甜哈，我也是这么认为耶，我的干哥哥。今天大家很赞，龙门客路啊，地标者，马仔领导奥特曼挂链，每趟挂单。不要啦！好啦，今舍不得姐也有抽烟，舍不得姐，没有啦，舍不得姐，你们真的想看吗？我们让她上来跟各位聊一下，因为她今天脚也不想让她站太久了。哦，啊，董明显，我完成你人生的一个美梦，也算是做个善事。哦，我人生最喜欢做善事的，真的。她急着今年想嫁出去，今年剩十五天而已。好，我们就让她上来跟大家打个招呼，好不好？来，舍不得姐，好、哦、来。今天热烈的掌声呢，他今天比较没有 settle 了，今天比较没有 settle， 没关系，那这东西自然就是美啦。Hello， 嘿，董明贤，非常高兴呢，你每天晚上呢，我搞问中啊，那吊美吊美，终于他让我上来了。嗨，大家晚上好，陈燕妮想看舍不得姐，我来了。嘿，今天呢，跟大家聊聊天。其实前两天是因为哈、哦、常常一直走路啦，所以脚哈、哦、有点点那个不太舒服。2020代驾啊，2020代驾，不要啦，今年就给他嫁掉了，干嘛等到2020，对不对？今天我要嫁给你啦！哎、欸，人家说你唱歌很好听哎、欸，真的吗？对啊，我决定了。怎么样？他如果唱《煎熬》，我出专辑。新一天。谢谢小三，谢谢啊！今天呢非常开心。其实刚才我们庄总讲的那个小朋友那个就是没有逗点的这个笑话，其实我真的觉得蛮有趣。我们的国字是非常有意思的。那因为呢，我们今天 FB 呢实在是吃字太严重了，所以呢，因为画面可能没那么清楚，所以我才敢上来跟大家聊聊天。庄总，空姐哈进来，好不好？OK， 谢谢雪晴姐，舍不得姐保重，谢谢。嗨，雨金，嗨，我的粉丝，谢谢你，你送我的手表跟我的包包我都收到了，感谢你哦。声音很甜哈、哦，我也是这么认为耶。刚刚那个滴碗有卖吗？有啊，还是难得你，我们来卖看看好不好 ？OK 吗？好哈，没有太胖了，其实我是很瘦的呢。来，站起来啊，很瘦的啦，不要啦，不要站起来啦。OK， 好了，难得米，我问一下庄总好不好？看看庄总那一个，哎，我们的舌下弟弟，说真的，我们真的非常好。我再补充一下，因为呢，我之前在我们这边上班的时候，我每天都会跟任哥呢见面。那任哥呢，他真的非常好，他跟我们庄总一样，他每天进来哈，他看到我第一个说，哎，季啊，加暗等啊呗，我都说有啊，谢谢啊，真的啊。那时候呢，我就去研究我们任哥每天他的口袋一定都放一个这个我们的滴滴。那他吼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老板哈，他们真的非常好，他们不只是自己吃，他们也会马上拿出来就分享给我们的同事啊，还有分享给我们这一些员工吃，真的非常好。那我们的舌下弟弟为什么我一直推荐他？他是直接含在我们舌头底下，经过我们口里的唾液哈，那跟我们胃里的酵素，直接从我们的血液里面把它吸收，所以效果非常好。因为我自己的哥哥呢是在那个高雄港，他做大夜班的，那我就拿这个舌下弟弟给他吃，真的哥哥他的精神觉得都比以前非常好。我送给你的，你送给你哥哥是哪个哥？讲清楚，他是送。送给哪一个哥？我的干哥哥。OK， 那真的，那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，绝对不是打麻将做太久了，我不会啦。OK， 来，庄总，人家很想买这个舌下滴滴呢，难得名，啊、看看呢，说这个滴管有没有卖啦、啊？反正今天就是点菜的啦。对啊，点菜啊。好，来，这个给他、啊、来哦，福利哦。舍不得姐，其实改天我会让他开那个中午场，不然就半夜场的。用半夜场，半夜场更敢惊。没有，我们现在抓鬼的。我今天有跟你，没有，我是说真的。来来来，亮剑，亮剑，亮剑，我是跟各位谈真的哦。我一直说要跟各位聊天哦，我一直要跟客哦。今天其实我一直说我要把我的平台做成像电视平台。今天就跟人家切了，过完年后各位看到崭新的蓝亭国际里面的内容会一个倒倒而来，哦，一个倒倒而来。哦，晚上人跟今天流行抓鬼，我们的抓鬼不一样，我们不一样，哦，真的会很特别的哦，很特别的哦。Okay. 而且我也跟他谈到说，帮我去规划一些各种节目，包括活动，我们用 FB 不要一直只有卖东西，有时候可以做一些益智的、娱乐的，哈、哦，
新闻什么，这样把 FB 打造成电视台，安尼好不好？好，来来来，第一碗，我说真的啦，有去过博物馆都知道，上网自己去查牛樟芝低碗。第二点，低碗它成分有分很多种，它可以一公斤菇浓缩做成100公斤的低碗，也可以我们是用3公斤牛樟菇做一公斤的低碗，所以我们的浓缩比例是很强，浓缩比例是很强的。好，这个浓缩比例为什么我们在大陆这样光一瓶卖都是卖10000块，在台湾为什么定价8000，打八折8864，我们会员在哪都要3000块，他们卖4000块。而且在直播，我想说这种东西其实都只是在推广，我说让他们先了解，吃完过后我也跟各位讲，一个月过后很多东西我可能慢慢会去调回来，调回整，这样好不好？哦，来的第一碗3000，不过我说今天是推广，哦，来来推广冷静，冷静，今天系统资质，庄总大力的给赏了你。我们表盒有多少个啊？大家都很喜欢呢。那这表盒啊，六路的，六路的可以，六路的来一个，先来一个六路的。那边有，庄总，来，表盒，光你们平常在买表盒就2000块了，要一定要的啊。再来，哇，太好了，董董继续，市价1980，喜蟹胶，我们的明星商品，好呢，哎，来，好不好？哦，表盒加这喜蟹胶，喜蟹胶就1980了。按你讲啊，简单讲，我咧配物件，给你们一个简单的逻辑，这我们卖2000，这个市价1980，我们都卖980。安尼加起来3000块，加起3000块，我时常讲吼，我要你买一项物件，两项物件摕出去卖，还是要转送，还是你要加一折，把这可以卖转送，安尼你嘛趁钱。来啦，安尼要的3000+1，3000+1，小帮手可以加吗？要的3000+1。来，我们现在呢，我们的牛樟芝舌下滴力，以及我们的洗蟹胶市价1980，以及我们的表盒六度表盒市价2000块，现在只要3000+1。3000+1，这为什么说其实卖东西的概念我一直在做调整哈？第二点，为什么是最目前我一直不想先冲人数，我一直想把很多后台，包括一些跟一些合作的厂商、一些人才啊，大家结合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会让各位看一下我们的 FB 直播，跟人家不一样啊，所以我一直在架构这个资源啊。等一下我再跟各位谈一下为什么做行销做业务很辛苦。但是怎么做会很开心，又真的可以赚到钱，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好，来，来，我们现在买一送二哦，哈，来买一送二，庄总共一刚才被撩几分钟了啊，哈，来一分钟让大家加。我 FV 真的都看不到，真的这边也是呢，哎、欸，哇，还没按就已经加40组了，没有啦，4组哈，来，来，我们这个真的非常的棒，好，舌下滴滴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哦，来，这真的啦，你有在做生意的，为什么说你一定要滴碗放随身携带？我靠牛樟芝做了很多生意，真的就是靠滴碗。出去有时候跟人家谈生意、泡茶，或是在有什么场合，有时候拿出来吃一下，分给朋友吃一下，大家哎，你开把古酒就开始聊聊，有时候口足得人脉起来。哦，所以我为什么常跟他们讲，小帮手也常听我讲，我靠牛樟芝其实做了很多生意。哦，我一直说这个台湾的国宝给我们带来很多其他附加价值。哦，附加价值不只是对身体好。不只是所以身体好，而且其他的经济面让我创造了很多出来、哦、其实我都是靠这个，真的是牛樟芝。其实有来我这边泡茶的人，有时候会看到为什么一下精油高，一下低碗可以气价的，大家聊的话题就越来越多了，好不好？哦、好的。那牛樟芝在吃什么功效？跟各位讲、哦、功能是什么？自己上网查，它叫紫实体浓缩版。我们不要谈这个，因为这样就我谈就有时候牵扯到疗效的问题。书，牛樟芝的书给我，来，牛樟芝，你上网去查，有很多这种书，哦，每一个吃过牛樟芝的，为什么说把它当成是仙丹？但是这些博士医学家也一直说，不要把它当成仙丹，是牛樟芝，它是目前全世界还找不到任何植物性，它是植物哦，给别人煮来吃香菇。金针菇，但是它里面的微量元素300多种，而且它各种成分，三铁、多糖体、腺苷、哦啊，安讲诶，固醇类、
哦，类固醇这个东西一堆。为什么有的人说他吃这个可以壮阳？因为里面含有腺苷。什么叫腺苷？腺苷是威尔刚的成分，促进血液循环。所以有些人拎那罐光看什么吃牛樟芝什么都有效，是太多人把它当成仙丹，是因为它有七大功能，它里面的成分太多种太多种，哦，太多种。所以有些人无精被人家有真的长期在吃都觉得太神奇了，哦，打个架鬼了。